你怎么开的车啊？哎，你怎么开的车呀？我也没开车啊。我正常速度开车，你突然慢了下来，才撞上的。我也正常开车，是你追了我的尾，我才停下来的。好了，二位别吵了，等交警和保险公司到了，等他们调查清楚。我不管，就是你的责任，谁来都没用。喂，关叔叔在等。哎，你不好意思啊，我马上过来。是我的问题吗？刘伟，是我的问题吗？你说到底是谁的问题？前面慢，那我你那边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的问题吗？我坐的车被追尾了，正在处理呢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追尾你有理，咱们谁都别走，不走就不走。地址给我，我让陈晨来接你。你看怎么弄？好。啊，今儿都没素质，我没素质，我看是你没素质。叫什么名字？吴忠。你呢？杨非凡。陈晨，不好意思啊，再等我一会儿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人没受伤吧？我没事。坐坐坐，请关先生好。坐啊。郑小姐，哦，今天应该叫你郑记者才对啊。随意一点啊，你可以跟实验一样叫我关叔叔就好了，不要见外。不见外，不见外。今天咱们呀，就随便聊聊。我看了一些你的文章，觉得写的不错，有很多观点啊，很新鲜，也很有想法。角度也很刁钻，您过奖了。其实我呢，有很久没有跟除实验以外的年轻人聊过了，所以今天请你过来，咱们交流交流，也让我这个老古董啊，可以接触接触年轻人的思想，进步进步。您言重了，应该是我向您请教才是。无妨，都一样，先喝杯茶。这可是我珍藏的，一般人还不给喝呢，啊。我不太会喝茶，平时都喝饮料，可能是牛角牡丹了。你先尝试试，喝吧，你会喜欢的。这是雪水煮的。雪水煮的又怎么了？你不是喜欢雪吗？哦，你怎么知道他喜欢雪啊？他朋友圈写的。实验这是在阴阳怪气吧？他就是怪我离开太久，回来晚了。